毛血旺周边上新了，来腾讯视频定制毛血旺独家周边，花式 DIY， 一起边看边下单。来毛血旺看我和我朋友的日常，真茶真颜真朋友，无糖无忧无负担。本节目由全新上市的统一无糖茉莉绿茶首席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纯零环保科技24小时安心入住的多乐士赞助播出。滴滴567一到周末更便宜，感谢周末省钱搭子滴滴567赞助播出。今天来的这位朋友，雪琴的好朋友。嗯，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挺奇妙的。他在最开始比赛的时候支持过我，怎么说发的那个，当时好多艺人朋友、前辈们，就发在微博上会发那个支持，不是发，他们不是发的微博，是视频，就像 ID 一样支持，支持在我比赛过程当中。支持你，你知道其实我为啥，其实有一个点，我俩这个怎么说怎么形容呢，就是为啥我俩的这个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能进展的比较快呢？为啥呢？是因为他的工作人员对我非常热情。为啥呢？他的每一个工作人员还是不是？我俩第一次见面是有一个活动，然后我就上电梯，电梯里就进来了一个人，对我老热情了，完了就跟我聊天说，哎，你想让你聊一聊，我到最后跟我唠到最后，然后他说松韵在几楼几楼，我才意识到他是松韵的工作人员。我一看这感觉就是他们家这个整个对我都挺热情的，我心里就有底。那那次活动你俩交流了吗？没见着。没看着。那后边呢？后边就我们到那个成都，就是又再次约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深厚，反正上来对我挺热情的。来了，外卖。你好，美女。Hello。你俩之前见过吗？好像第一次见。没见过。韩国人，这是毛不易。你好，久闻大名。韩老师。给你整双拖鞋吧。哎呀，百忙之中啊。百忙之中。进来，请进。我先把这个脚垫放，有点沉。哎呦，拿的啥呀？这是一堆玩的、吃的、用的。这个是啥呀？一会儿跟你说。这个。然后这两个是。这像麻将啊！你想打麻将？这挺神秘呀、啊，这包里。这什么？这个是我有一次做公益，然后我看那个，这是来自于各个省份的乡村的孩子写的诗集，谢谢，都是小朋友写的。对。坐呀，走。哇哦。我好像我真知道这个活动，我记得你知道这是哪个组织整的？时光诗歌，时光诗歌，我看你上次还去，对呀、啊，我去读了，是不是？我上次读了一个小孩写的，还写真不错。小孩写的有时候非常妙。你等一会儿，你嘴咋让蚊咬了？是我有点小伤。那影响不？多少有点。他不会就是可以拿激光能打掉吗？还是正在激光中？哎呀妈呀！那但是最难的过来了，就等着，还好医生说恢复得很好。完了，说啥了？诗歌，诗歌。哎，有一些小孩写贼厉害，他们都好小，而且都是那种，就是父母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们就用诗歌去寄托情感的。你看这个小月亮，沉睡的闪光的月亮沉睡在空中。天空背着它跑了非常久，一点也不累。冬至到来了，天空不在家，月亮默默地走着，因为走得太慢，这天夜晚变得好漫长。小孩写的啊，8岁。这个李林这个女生我认识，是我上次去云南，我记得她的这一篇，这好厉害，叫黑夜。念，我信奉黑夜，因为它能覆盖一切，就像是爱。哇。
14岁，好厉害！他是哇，你看，随手翻了一个，真有文采。叫雨，他说乌云和白云结婚，我们欢呼着去捡他们撒下的喜糖。嗯，很美好，很美好，而且很，就很纯真，因为小朋友写可妙了。那这个活动就是让你去陪着他们吗？跟他们一起上诗歌课。那这玩了，就说咱说写诗这事儿，上来就能写吗？啊啊！那你知道我小时候，你让我写，我可写不出来。你现在不挺能写的吗？现在能写了。那我小时候，你让我平白无故写，小时候没有这机会。那怎么引导呢？我觉得那是没有老师，好的老师引导你。你跟着上了吗？你是上课的还是被上课的？被上课的。你也跟着一起上？咋上啊？我们那天是在那个山坡上。哇，下面有水，远处也有山，还有微风，有阳光。他让孩子们先闭着眼睛感受那个风的声音。嗯，我感受到的就是特别温柔的一股风从你身体里穿过。当你感受到了风给你带来的感受以后，你就可以写了。你别说，他这教的有点像冥想。对对，催眠。有点那意思。现在咱就开始。开始。咱们现在闭眼。好，先闭眼。好，我把这空调打开，感受点风呢。还有风声，呼呼的。嗯，好，感受。闭眼。放空你的思绪。现在你会感受到你的体温是很舒适的，然后有一股呼呼的声音。嗯。完了呢，我不会、啊、写吧，来写吧，写吧，写吧，你不能写吧？来来，编，再来，我编点，我高低编点，来，闭上了吧？嗯，感受微风，想象你的面前有一片旷野，地上长着大概半米来高的草。你这不行，不能用东北话，一下就不诗歌了。旷野正中央有一棵樱桃树，上面长满了又大又红的樱桃。樱桃树长啥样？我想象。樱桃树下站着一个人，在你的想象中，他会是谁呢？他长什么样子呢？写。来，开始写。樱桃树下，樱桃果。樱桃，樱桃树上，樱桃树上，樱桃果，樱桃树下，你和我。樱桃树旁做游戏，欢乐多又多。行，咱也就这水平了。拉倒。说小孩他就，其实我们吧，心里有一些东西可能不好意思表达，对，但小朋友就可以。比较纯真。我们已经被呀这些个世俗啊，或者是内心的压力呈现。矫情。你会觉得矫情吗？我当时不会，第二天我一寻思，别寻思，你知道吗？你别往回倒，你往回一倒一想，有点矫情。有时候晚上适合矫情，还晚上你觉得没什么，第二天我白天就感觉哎呀，看着会尴尬呀，怎么会这样啊？对，怎么会有这种感觉？真的会有。但其实可能外人不觉得，就外人不管白天黑夜看到你写这个，他并不会去写。也觉得我朋友老嘲笑我。那你交点好朋友。我的好朋友们都嘲笑我。我没嘲笑。确实你没有。你写诗的时候我都给你点赞的。是。但如果你是一个诗人，你写在一本诗集里就还好。哎。哦，你平时会写诗吗？我会，也是在我比较那什么闲的时候，然后也比较那什么的，不发不发。那往哪写呀？备忘录里。哦，我只有在搞对象的时候写。你上节目也写？上节目是被迫的。你前段时间那个挺精彩。那人要求的呀。但写的不错，徐天琪要求的呀。他要求说咱们现在现场作诗，很慌，当时我都老紧张了。我一想，这我要没做出来多磕碜呢，我要是被许天琪比下去了，我得多磕碜呢。我自从那个之后，我走到哪就都要有这个环节，要求做一个藏头诗，我说我写不了。还送韵，写不来，写不来，写不来。在王雪旺就不自己搞自己了，写不了，写不了，就那这辈子就能干那一次那个事儿。自从我以前经常在那个朋友圈或者节目里就写点啥之后，
就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想要一些，嗯，然后他跟我说，哎，这里你能不能来一个金句，我们上华字升华一下。我就死憋不出来，我说没有，那就是憋不，他就是这种最怕要求，对，这种很刻意的就不行。拍照的时候我就是这种感觉。你也怕拍照？嗯，如果是那种不是很熟的摄影师，就是没有合作过，但是也是要碰感觉，我会有一种心理节奏，可能这个时候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时候又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就会，哎，笑笑，哎，这个其实很那个，很打击人。我以前我就特别怕在他们面前展现自我。哦。现在我会提要求，我说我想要什么样的音乐，我想要什么风格的，什么节奏的，根据你当下的感觉。是不是只是你的肢体舒展就好看？也不一定，反正感觉越抠搜越难看似的。嗯，也不一定哎，有两种，一种就是自己舒服就好看，有一种是你贼不舒服的。我有一次，对啊，有时候大嘴咧的，就那个筋都疼，因为我本身柔韧性非常差，然后他一整要做那种动作，那腿就支撑不住。我还拍过一个类似这种姿势的，这是什么？那你怎么是啥呀？它是一个下腰杂志，就这样，他就让你这样，完了你还要表现，表情还要管理，那拍出来还可以。是啊，你觉得我们那个照片怎么样？快毛毛给展示一下，哪个？就咱仨那个。哦，三个人同框，不是 P 的哈？不是啊，像 P 的，看上去啊。你像 P？ 我不是。他这个是 P 了，不是。不是 P 了，但不是 P 的。啊。挺费劲，反正当时。但我看人家好多拍照，他们不都喜欢这样吗？就表示不屑，就是有、有那种、态度，有态度。我一这样，他说头稍微低一点。我也有过，我也是有过。他说把下巴收一收，我说啥？我说人家不都这么拍吗？对呀、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完他说那个把下巴收一收，低头低头，哎低头。我说那低头低头笑一下，完之后变这样。嗯，是不？有，不给我们创作的空间。从而且有时候他要求你低头那个程度，你已经无法看镜头了。哦，我遇到一个那种无法看镜头的，就是我要对着这边，然后让我的头身体不要动。头要看那边，你怎么做呀？我看看，就是要一定要拧到那儿去，然后我说我拧不过去了，然后眼睛还一定要往那边凑，就这种哈。他们说哎，好看好看，然后我也不太 get 到。哎呦，把这条筋扯的生疼，前后左右上下扯，毛毛你可以背过去，然后把头转这边。你像以前那个卖洗发水广告啥的。你努力往这个角看，我看你能转到谁去。好看吗？这样他就觉得一定要把你拧摆着才好看。一会儿我给你们拍一个让你们自由的。我俩自由，我俩可别自由，快把我俩禁锢住吧。快禁锢我俩，禁锢住吧。就是我在 emo 的时候，我会留存一张照片。是拍什么呢？拍我当下感受最强的一个画面。好像大家都习惯记录开心和美好。我说我记录一下 emo。 如果这个是我的话，我拍完了之后我会忘，屡次我都要想说我要开始写日记，结果呢也就记那么一两次也想不起来记了。有段时间我还试图想写过感恩日记。什么叫感恩日记？感恩日记就是你每天找可能十件或者五件你觉得很感谢的事情，比方说，哎，今天录毛血旺见到了两位好朋友，感谢他们给我带来了美好的一下午或者啥的，这个写上，据说会调节你的心态，这个很好啊，就是可能变得更积极乐观。写了两天也不写了，没有啥值得感谢的了，都是第二天又见到了其他朋友，感谢我的朋友带来美好的下午。那你不还那啥吗？写歌吗？写歌都是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有 emo 的时候吗？或者是对你，或者是你肯定是。有个问题很困扰你，或者是你有个境遇，那个时候你会想要去表达。那你是先写歌词还是先写曲？都会有，但我最近觉得其实先写旋律的话，这个歌会更完整一些。就是它听起来是很流畅。先写歌词有的时候就会，你那个旋律就会受制于这个歌词，变得有一些一块一块的。你呢？你写曲子啊？词也写。你是用什么琴写？我用感觉写，那你能记住啊？啊，
就是天赋，没有任何的技巧。天，你再说两句。我在歌手面前，怎么在歌手面前去聊这个？不，就很厉害。很多人是这样的，很厉害。不是因为我乐器我也不太会。嗯，那你就哼哼哼哼，曲调我就哼哼。嗯，能吗？能啊。你知道我小学我就在想哈，我说这个哼哼的能力是怎么来的，可能是我小学上音乐课就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几个数字，他说你就可以自己来编排，比如说四个小节，然后就这几个你来回倒倒倒倒倒。那你怎么唱出来呢？啊，不是，就比如说哆来咪发嗦拉西给你，你就能精准的唱出比如说哆哆西拉。哦，这个是吧。哎，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个我也以为每个人都有，但是这个叫相对应该。我认识的竟然有些歌手就唱歌的人也没有。真的吗？比如说太阳当空照，这是什么？就是哆来咪哆嗦。哦，哆来咪哆嗦拉拉哆拉嗦是吧？对对对对。你也会吗？不，这是因为我小时候我背过这谱。真的。啊，我想想啊。哎呀，好难呀！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是啥呀？咪瑞瑞哆啦咪，就是这个。真的可以呀、啊？可以。再来一个啊！我再来一个啊！啊，黑猫警长。哆哆啦啦嗦啦西西啦西，应该是。西西啦西，你看看。哇、wow ！所以你也是不学乐器之后，之前也是可以这样的。可以。怪不得你们能写歌，能当歌手呢。但我们这个很业余，很基础，很基础。真的吗？我觉得很厉害，我没见过啊。我真的，我原来一直以为这个就是因为有乐器基础才可以。嗯，它其实是有天生的。那比如说你哼一哼，你是能把那个数字写出来的。嗯，我也可以不用写，我就直接哼完就录在我的手机里，然后发给老师，然后他就帮我把那个伴奏搞出来。哦，写一首歌，李月琴。现在写一首歌。那很难。现场写歌很难是吗？只有路虎可以。路虎确实可以。哇，原来是这样的。你那歌是不是发了都能听不？就是我去上个厕所你们听着啊。你也是不、哦、也会尴尬。也还尴尬吗？那看你的剧呢？不会。为啥呀？为什么？可能因为一个业余一个专业吧。哦，你就不好意思让大家听啊、哦，而且又是在毛毛面前啊、哦，那不会啊、哦，那他不在呢，你上厕所呢，不可以这样对主人，没事没事，可以。你平时自己看自己的那剧吗？我会看的同时，我会站在观众的角度去看。然后会跳过别人只看自己吗？不会啊，我会。那如果这段实在太无聊了，那我会。那我能看的并不多呀。啊，不是，我就是有些，比如说我要看哪个节目，我就是看看自己啥表现。啊、嗯，有时候想要把它做得很好，嗯，要求比较严格，然后你看的时候，哦，原来剪出来没你想的那么糟。嗯啊，所以你们就是拍完戏是不也不会看到完整的。对，就是跟大家一起看到。对，哦，除非是古装戏，你从头第一集到四十集，从头到尾的自己去配音，你一场一场一场，你就能看到。我拍《向风》的时候，《向风而行》，经常我会导演，这场戏再拍一遍吧，嗯，我们重拍一下子，嗯，为什么有什么问题？嗯，我说有太大的问题了，我说你相信我，如果重拍一定比他好不止十倍，他就特别怕我提这样的要求，因为。在他看来其实是能过的，但在我看来我特别知道我能到哪里。有一次拍完一场戏，拍完全景就特别顺利，一条就过了，状态也很好，我自己也有感觉，然后我就特别开心的走到导演监视器，他就以为我要重来，特别好特别好。我说导演我知道特别好，我就是过来歇一歇，没有别的意思。对，他就会觉得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很多时候你自己会觉得不怎么样，那是因为你太了解你自己了，但是别人看的时候会觉得挺好的，或者说那也是一个你可能不习惯你的一部分，但对于观众来讲是 OK 的。那你既然如此的话，我们看一看吧。好，你们真的是，哦，反正你又不怕，我寻思你要是怕，咱们就不看了。但你不怕，咱们就看一看吧，来看看。但是看吻戏人多，我会不好意思啊，
反复播放。太过分。妈呀，我天！好多两个人扑在一起的戏啊！扑在一起，你那个校服那个、太显眼了，是吧？灯光打得好，不是你长得就是，再加上灯光打得好，嗯，毕竟十几岁得给我整那。那你可以啊，你一直能演那个十几岁，那我一直能演。现在你这个就是长相，长相风格的问题。对 啊长得比较娃娃脸。我俩哪怕吧。你别说。我这么真实的想法，我俩吧，我就说，就真是十几岁，十几岁也演不了，十几岁也不像。说明你们再过十年也长这样，嗯，也到时候也不一定。那这个长相保持那么多年有什么意义？我十几岁的时候就长这样，三十来岁了还长这样。嗯，你现在愿意拍这种吗？像那种纯学生戏，我肯定是不行。然后我们现在拍那个《你比星光美丽》嗯，我当时去的第一天，我说，学生时代你们另外找人演吧。嗯，哇、哦，他们肯定想让你演高中生。初中生我都演不了了，不要再，而且我说我所有的那个学生造型都有过了，最后他们把它改成了大学生。为了让你演改成了大学生。哎，那你确实能演出来那个劲儿，让我俩演也就是演不出来。我们天然身上带有苍老。对对，就感觉咱俩十几岁的时候内心已经40了，没有那么的有朝气。不是，你们是内心很干净，很少年，很少女。你是内心很少很少女的。我是外表特别特别，就是什么年轻很少女的那种状态，但是内心他也会有成长，他不能一不可能。那肯定没有，但是你能回到能找回那个劲儿。你让我现在天天烂漫，我可烂不了。那我们聊一聊初恋吧。这个剧讲的是，这个剧讲的是初恋重逢。初恋是恋到啥时候啊？这里就是双向暗恋，然后很快好了以后，好了没多久，就聚少离多，男生去当兵了，连电话都很少能打通。女孩家里也发生很多事情，想要找他的时候又找不到，然后俩人就渐行渐远分开。但是两个人心里一直都是永远在那个位置。播完了吗？已经。播完了，是好结局吗？是、哦、那还好。就是我对于初恋这个事儿，所有的美好的想象，人家跟我说是美好的体验，都来源于小说或者影视剧。你自己的不美好吗？不美好。回忆起来也没有。回忆起来什么玩意儿了？什么玩意儿？你初恋听着会伤心吗？他不会，他也估计也这么觉得。是荒谬吗？那是我的初恋，并不是他的初恋。哦，这种得是双向，他俩都初恋才会这么刻骨铭心。你可以自己定义自己的初恋，你觉得那段不算，那就不算。你后边选择一段你觉得是初恋的。妈，第八个才算初恋呢，完了。你觉得哪个是？谈到第八个了，这就是我初恋。不一定，我觉得不能按住这个次数来。你这个初恋不就第一次恋爱吗？体验并不好。他们还有一种说，初恋不是说两个人第一次在一起是初恋，就我第一个喜欢的人。哪种算呀？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第一个喜欢的人算，但他可能未必跟你在一起。你这怎么定义吧？对呀，那你第一个跟他拉手的人反而不算初恋吗？我觉得看哪个更，看你咋印象深刻吧。我那第一个拉手，我一点不想把他说他是我的初恋，我难受。你在爱情里面，你们是属于比较勇敢的，还是比较怂的？你如何定义勇敢呢？就像他说的，就是其实俩人有感觉，但是最后我怂了，我选择了。我不会。你不会。啊。你遇到过因为怂而放弃的吗？有啊，我就是怂。你在考虑什么，然后会让你面对爱情的时候怂呢？我曾经问过一个那种疗愈师这样的人，他会觉得好像是因为你在感情里不太自信。比如说男孩喜欢你，本来我跟他处的挺好，然后他说他喜欢我，我就开始躲。我跟我初恋好的时候，我都鼓起了多大的勇气，跟自己灌输了无数的那个鼓励思想。好，你偷偷说多大的时候？上大学了。对。那还鼓足勇气吗？就不知道为啥，就是很紧张。然后我明明知道有些，比如说心动的时候，你的那种感觉是很美好，越是那样的时候就越害怕，你就不太懂得去享受这种。最后我告诉自己的一个那个鼓励自己的一个点是，我说既然现在是感觉还不错，那么就跟着感觉走吧。你现在也成年了，也可以谈恋爱了，感觉不好你就分呗，没事儿，没有说跟初恋一定要走到最后的。你紧张啥？我就是拼命给自己洗脑，是怕受到伤害吗？怕啊。是吧？那还能怕啥呢？你说有些怕不自由。那不会。那不会。也有怕的。那你现在呢？也怕。
但是现在杂念就比以前更多了。还有一些工作上的担忧。对，你想遇到一个老，我老想说我要找一个靠谱。什么叫靠谱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你很难去接触到靠谱的人，不是很难去接触到人。对，就没有人。对，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是这样的。咱们行业没人呐、啊。就是你很难接触到人，就你虽然每天会见到很多的人，但是你和他们不产生很难深入接触，产生交流、嗯，就是不产生连贯的故事，就是你见所有的人都是那种见了一次下次都不一定什么时候再见的人，嗯，就很难发生故事。那就靠一见钟情啊，这个行业。那大家又长得都挺好看的，就很容易一见钟情的。不容易。你不容易吧？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们就是在一起做那个，当时有个叫什么多少问，就是问完互相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吧，你俩的关系就会瞬间变得很近。我知道那个什么31问还是多少，对对对，哎呀，你说到这个，哎，我给你们玩一个这个吧，带东西了，给你们玩一个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带啥呀？这个里边就是牌卡，然后是有问题的。什么？你知道这是我什么时候买的吗？这是为了毛血旺买的。应该不是。是。哦，但是是为了前几季，就是几年前、哦、要来一次。几年前买的，一直没开过。你们来抽啊。你等会儿，我稍等啊，我拿水喝。你俩喝吧。好呀。统一无糖茉莉绿茶。可以。有常温的不？常温的有。那我也喝常温的得了。哎呦，你俩。哎呦，这么难的问题啊。既然人生注定是短暂的，你为什么要活着一生？你这太难了吧。哇，你这个好。你为什么要活着一生？我现在的答案就是来都来了，主要是现在也不敢去死，也怕疼，现在不敢死。其实如果是有能决定的来或不来这件事儿啊，肯定这辈子是有一些我想要看到的，我想要经历的东西，对，我才会来。对，它一定是有的，但是具体那件事到底是什么、嗯、我可能需要用一生去发现。哦、嗯、一生去发现。哇哇，你这个卡好难啊。你这个我这不难。你那啥呀，你是会主动寻求帮助的人吗？哎呀妈，咱俩这题也差太远了吧。你是会主动寻求帮助的人吗？我是。就有困难你还是会找别人帮助的那种。对对对。我这个是这个星期有什么令你开心的事情吗？全套最难的题让我抽出来了吧？真的，我觉得这个太牛了，就是来这儿，真的。哦，那你这星期过好寡淡呢、啊？别的一点没有吗？的确呀，别的快乐呢？的确寡淡。哦，我来再来一个，这个卡片这套不错呀。哎呦我天哪！哦，如果上帝站在你的面前，你会对他说什么？哇、wow、哦！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他怎么办呀？我有好多问题，你想问的什么叫？我的未来的另一半在哪里？何时出现？长什么样？嗯，我认识了吗？他叫什么名字？对，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干嘛的？你带这个卡去问的？那你再问，你带这卡，你把这套都带去。不是。哪天给你看一个，请回答我。你现在开始抽。哎，你想问他什么呢？啊、但我是就是，是不是有好多想问啊？我怕我得到不想听的答案。我也是。就比如说我的另一半是什么时候会出现？他说你这辈子没有另一半。那我也就死心了。你反正你找点别的事干呗。也是。问问上帝，我这几年的运势怎么样？工作顺不顺利？最后就一个，最后咱们做点轻松愉快的啊！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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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摸乱摸，摸到哪个是哪个？这个。哎，你最喜欢别人夸奖你什么？你最喜欢别人夸奖？我喜欢别人夸奖我，人好，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适合做朋友的人。我喜欢别人夸奖我这个，人好。嗯，你俩呢？可爱。
我最想别人夸奖我。哎呀，怎么这么难想啊？就别人夸奖我瘦，夸奖你瘦，你好瘦，女人真好。看看，我俩对上了。我这是用三个词形容你右边的人。嗯，他吗？我想想，瘦。瘦瘦人好可爱。行，干点轻松的得嘞。来，我们有一个，今天有一个小游戏叫经典剧集看图猜台词啊。你看电视剧看得多不？除了你自己的。我小时候看得多。行，来这块我是啥也不行啊。毛毛应该很擅长。不一定，我看这几个给的我没看过。经典剧目大乱炖。这个我知道，家有儿女啊，老爸分肉饼，老爸一个我一个，老妈一个我一个，老妈一个我一个，老爸一个我一个，小雪一个我一个，杨宇一个我一个，合着这么一盘子肉饼，我们一人就一个，我说实话就有点想吃肉饼，但是我想吃鱼了。这是要杀谁来的？要杀那个阿如娜那个角色。完全忘了。来来来，过年。这啥呀？安陵容。宝娟。宝娟。我的嗓子。对。是吗？哇。宝娟。他嗓子怎么成这样？这是啥呀？这是滴血认亲。你真的好懂、啊、这都是名场面啊。祺贵人祺贵人你也甄嬛甄嬛我这样啊。滴血认亲吗？哪句台词知道吗？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真的吗？秽乱后宫罪不容诛。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罪不容诛。哇，这都很经典的。这不是见人就是矫情吗？表情像，但是字儿这么多。今年的枫叶还是不够红吗？哦，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哦，这啥呀？你来。这是翠果打烂他的嘴。啊，翠果打烂他的嘴。我的天哪！厉害，太牛了，这个十级学者毛毛，你真厉害。这啥呀？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是吧？银角大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这是我男朋友。什么玩意儿呢？等一下，啥？孙悟空。我寻银角大王呢。我说你真的，他太淫了。为啥呀？他喜欢呀、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完美的男友。孙悟空，孙悟空不会不解风情吗？不会啊，他其实还。你觉得他完美在哪儿呢？孙悟空。厉害，因为我们对他感情生活了解的比较少。对，他哪方面体现出了靠谱和事实有回应呢？你看看他对他师傅，他对他师傅，他是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你，然后他又帅，然后他又不为美色所迷惑，就是妖精类的那种。还有一个就是他那天说他情绪稳定，他在那个五指山下被压了那么多年，出来以后。好像也没有说要变成精神病。对，你别说，孙悟空确实挺完美，他很有责任感啊。那如果他长这样你能接受吗？不帅吗？但帅，但是是猴。他平时只变成帅哥完跟你相处，但你知道他本质上是那个猴，是个猴，你能接受吗？毛太多了。这是个形象。好吧，啥什么？你还有经验唱跳舞台？我还有这个极乐净土的，我知道。啊、来看看看看，这个害怕不？要照照这个有一点。看看，我给你。哇，真的是！哎呀，哦。现在还会吗？这歌前段可火了。会是会点。哎呦我天！哎呦！公主切。哎呦！这个造型去演个坏人好吗？你这造型挺像坏人。你知道那种很多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很容易这样的是坏人。哎呦，好看，这我可难了。哦，你看把我这手忙脚乱的我。欢迎哦，好看。
小桶倒倒倒。这练多长时间呢？就是没有太长时间，所以你看手忙脚乱。不是啊，但是很好看呢。哎呦，哎呀喂，太吓人了。你这挺适合，这真能演反派，这种。或参加浪姐，或参加浪姐，浪姐找你们。找了。打文旭呢？我觉得我不太习惯那种唱跳，就是叫什么，人太多了，好多人啊，我害怕。我们去拍照吧，行吗？你平时也给朋友拍一些个拍大片啊？没有，就是很随意的。你今天准备怎么拍我俩呀？哎呀，我觉得就给你们整最让你们自己最舒服的，你们可以站着坐着躺着都可以，但是我需要找一块干净的墙。那边有一个，因为我带了个灯。哦，你刚刚拿那是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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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相机，我这是相机啊。对，小心点啊！哎呀，被坏了吧？这是灯，这个灯是打开像水似的。这也是一个。那把灯关了呗，是不？哎呀，这样行不？够用不？哎呦，这么好看呐！有个月亮，星空灯。行，你想坐哈？我站着也行。我站。毛毛，你帮我一下。好嘞。你稍微，你就闭点眼睛，享受啥那种，对。要收下巴不？可以不用。下巴收一点。下巴收一点。怎么收啊？哇，哎呀，看面对你的正前方。你可以低头思索。等一下，我再换一个角度感受一下子。我拍个这样的吗？哎呦我天，你这样。把这只手放下来。然后呢？我看你啊，我看不看你啊？你都行，我是手动对焦，所以比较慢。你看我，你这个回声的哇，好好看。我像毛毛刚才那个。毛毛，这个片成不成看你打光啊。把月亮打脸上。你手放松，你也可以怎么着都行。你们是不是要在这张桌子上吃饭？没事，你也要在这张桌上吃饭，无所谓。那我来了。无所谓，来吧。哇，这个波纹，哇，好好看，别动啊，就这样。好了，换你，你感受一下。来，我看看，换人。凹起来了，这么正吗？摆一个妖娆的。妈妈，那么一转过来就这样了。哎，我给你试一个黑白的。哎，我就可以这样。我整一个黑白的试试。哇哦，哇，好好看。哎，情绪大片。行不行？我现在很混乱。放首音乐吧。放林俊杰啊。你平时听谁的歌？你们？你就听你听的。我找一首音乐吧。哎呀。哎，这样。我这手背上有，没有呀。你这样。把这关了呗。你看，开始了，有了。
哦哦，好看呢，就这种要死不活的样子。就这样，好好看这个光。真不错呀，那这相机真挺难用啊。哦，嗯，我还要线条。开灯了，真亮，一下没有氛围了。嗯，一下回到现实了。但是是不是高越高级越费劲，都得自己调？也不是，它就是这种型。你带啥呀？辣椒面，不同种类的辣椒面。哦，这个是鱼腥草了，折耳根。你吃得惯吗？我吃不惯，其实，但我今天再尝试一下。你不用单吃，我也吃不惯。但如果把它作为调料，你作为你四川人也单吃我也不行，做调料可以。哦，行呀，我都有点装起来啊，饿了。嗯，炸哦，都做啥呀？哦，想吃面吗？可以啊。啊，好的，我跟你说，油锅吗？家常面，但是很好吃。行啊，我们煮两那土豆子两袋儿。多不多啊？会不会吃不完？应该不会哈。这个对吗？这个。哇哇！我甚至想用手机拿出来拍一拍。拍拍拍！哇哇！上次吃面是不是还是文哥呢？那个谁，那个周友良来吃过一次。那个是。啊，那个我没吃，哎，我吃了。吃了。我吃了。哇哇哇太香了，来，你拿这盆吃吧。啊，不行。来，先生，分食。哇，我要先尝一下这个土豆。妈呀，真香！我来。这个会酸吗？你会觉得？哦，这个醋我放不会不会。我尝尝这炸土豆啊。哦，那个绝。嗯。哇。嗯。我好好吃啊，别的。一定要这样子蘸着吃，好好吃啊！妈，太好吃了，好好吃！你这辣椒面真绝，嗯，这个确实很好吃。不可能说我也给你记的，主要是这辣面，我天，炸鞋底都好吃，是，但是有点辣，蛮好吃。咱们家还有绿茶吗？有啊，你要哪个？那当然是新上市的新款了。那必须有啊，吃的都有，喝的能没有吗？赶紧拿，拿。哇，好好吃啊！你好厉害呀、啊！谢谢。哇，这个茉莉茶香真的绝了，而且无糖无负担。哎，吃点这种辣的菜，就得配统一无糖茉莉绿茶。对，跟重口味的菜都在一起都很搭。无糖太好了，太喜欢无糖了。但是吃这么多不会有负担吗？尤其今天。偶尔一顿嘛。这炸土豆太有负罪感了，但它太好吃了。其实这个还好，真还好，主要是这个面是吧？嗯。哎，吃都吃了，谁不会天天吃它？然后每天就来一顿，每天来一顿，对对对，每天都这么安慰自己。自从有了辣椒面，太开心了，能吃哈？嗯。有一个礼物，嗯。你不让我吃了呗？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礼物箱中抽一个你的礼物。哦，真的？对。哎呀，还剩阻止我是对的，我一站起来好撑。来，哦，抽取。我们精心准备的，精心准备一些礼物。打开吗？嗯。好搭哦，跟我的衣服。一定是什么好的礼物啊？不一定是好的，也不会坏。毛雪二人发一条称赞微博，发自内心。哦，行，发自内心，嗯，可以。哎呀，你期待这个什么时候执行呢？播出那天执行，好吗？好，好吧。播出那天执行。嗯，好，拿走吧，这不能再给别人抽了。你说说这是什么运营计？
不错不错。哎，我们写这些破礼物咋到现在也没人瞅着呢？还有啥了？背他走一圈儿上啊，那就快了吧，后边就越来越接近那个了。拍照，拿吧。买好了吗？嗯。好，好了。你今天放松吗？还算？我可太放松了，那就好。好嘞。说出他们身上你想要学习的地方。你的题呢？我的是，你有对不起的人吗？我自己。为啥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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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绝对音感了吧？还是相对音感呢？还在认真作答。我俩给你拍一个呢，我教你怎么对上。这咋操作呀？就摁。好好看哦。都做啥呀？用筷子就能刮呀？哎呦我天！我来了，我来了，来了来了！你看他真贱呐！哎呦我天！完美。你得感受那个烫，伸进去感受呢。那是地狱啊！有什么消肿的好办法吗？我会烫脚哎，还有一种意志力，开心了就不会肿。我很快乐，我爱我的工作。嗯、你很棒。我老公问候你、哎、我老公也问候你。不是组织大家旅游吗？十五个人，第一件事分组。太有逻辑了吧是是，你这个。我女儿陪我婆婆去杀价，女儿就会说 Oh please please， 我婆婆就说不卖了不卖了。在国外甚至也要演这个所谓的真性情，不过就是没动脑子。有些时候我们确实是受情绪的控制。你是不是还爱她？你忘不掉吧，所以现在提都不想提吧。你和她前女友是很像的，你是她当时的升级版，也是开始走话术，叫胳膊肘效应，这样我俩就很难碰到。我们能去看达芬奇的画展吗？可以。姐，你会查岗吗？快学一学。哦，学到了。哎呀，快点，姐，马上来了，下班了吗？没下。上微博，带毛雪汪，带朋友上毛雪汪家大电视，双话题，分享你和朋友之间的故事，一起做客毛雪汪。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